我身价过亿，年轻有为，我图你什么？图你力气大，脾气暴，不好惹。我只是单纯的想请你做我的生活助理。您怕是脑子不好吧？刘总，田助理果然爱上我。们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整个生物链。好巧啊，阿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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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真是我的小甜甜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